好粉，好可爱，一涂上手，这个手臂都要白。Hello 啊，宝贝们，你们好，我是露丝，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怎么样，今天妆不错吧？今天的妆重中之重，点睛之笔就在这个唇色了。有没有觉得这个唇色特别特别的自然，又很轻薄？好消息就是告诉大家，完美日记的名片唇釉又升级了。今天我要给你们推荐几个新色，这一次的颜色呢是非常适合春夏的色号，配方也有做到一个大升级，添加了专研的滋养成分，可以让我们的嘴唇更弹嫩更水润。大家知道如果嘴唇的状态不好，其实会显得整个妆容很不精致，这次配方可以完全让我们嘴唇颜色又好看又滋润，一整天带妆的情况下也不会让我们嘴唇干干巴巴的，会继续保持美貌，长唇纹嘴唇起皮的宝贝们可以试试看。我今天涂的呢就是217色号，它是薄涂的，非常非常适合宝贝们在春夏的时候出去旅行啊拍照的颜色，很自然但是又很提气色。现在呢我给大家试试看厚涂的感觉，涂起来是一个非常鲜嫩自然提亮的玫瑰色，它会让我们的肌肤看起来非常的白里透红，就会非常的显气色。还有的宝贝就说，那我不喜欢这么粉的口红怎么办呢？那有一个偏橘调的，就是218这个颜色，我给大家在手上试一试，它的质感呢跟217是很像的，只是它是偏橘调一点，偏橘调呢就会更显白。哎，有没有一涂上手这个手臂突然白了。